呦，这怎么了，陛下？哎呦，陛下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哎，陛下，陛下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啊？哎呦，陛下，这，陛下，哎呦，徐寒林，你要干什么？快去请太医，请太子殿下。一个女孩子还是在宫里这么蹲着成何体统？你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会有一点安全的错觉。让你走不走，听说还给我惹了一身麻烦。都是小人的疏忽，小人应该从头到尾都看着张建生的。遇到这样的白痴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一天过去了，你想到什么新的说辞了吗？我倒是抽空想过留下你，只能是百害而无一利。今天晚上就算了，明天早上有的。殿下现在就想听吗？我本想问你的，事关重大，你确定？是，小人笃定。叫他们备马，我这就回宫。殿帅请。殿下，殿帅来了。哎，这，这，殿帅，我自己走，不要惊了我的夫人。